今日王心如服侍，本城主很喜欢，特封为侧夫人。学院，你可满意？谢人，让我听听你精彩的洞房花烛夜，你跟他的每个细节。说，为什么说？手过了，一颗都没少，而且还多出了一颗。 什么？这拍黄瓜是我亲手拍的，你快尝尝。嗯，很入味啊。你也尝尝。嗯。我的情非得已，身不由己，当物换星移，今夕是何夕？我属于你的注定，不属于我的命运，不要命，不要清醒，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。 不然别怪我手滑！放开我！为何要如此羞辱我？